董事长啊。大家来的时候，我想，先给你们解释一下。解释的时候，我带到你们菜园里面，准备刀子给他们。等一下可以的话，哈，他们去采菜，菜带回家给我。好，好，那等一下看我去。带回台东当晚餐。哎，好，那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台东比一下啊。那个。太多，因为他们回到的是林区。好。那没关系，采一个啊，带一些到啊，中午啊，或者是晚上的时候给你带个菜出来啊。哎，进来一点好不好？进来一点，哇，外面太阳很大，现在的太阳不在前，现在太阳蛮毒的。嗯。欢迎各位啊，台东来的，台东跟屏东是一家人，我也是屏东人，啊，所以说，在我离开这里已经四几年。最近几年，八八水灾以后才回到屏东来这个家乡来做一些的菜的发店跟种菜，哦，这是我们最近的那个一些的发展，啊，那我想刀子呢，有进来准备啊，有准备了哈，那我们直接先采菜，里面采菜有的人要了解的，你就问我的，我跟各位来解释，跟各位来啊做一些的讲解，啊，这个我先讲这个。这个上面花店是跟着太阳跑，跟着太阳跑，所以路人，跟着太阳跑。现在他们在做一些的整，在换，在做一些的调整。现在我们在上面做很多。现在目前这个花店呢是在台湾蛮高的花店量，平均一年还有花到1500多吨，一年，一般平均才1200多吨，所以路人多了。差不多10几万20万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。第二点呢，当初我为什么用结构型的那个？现在气候变迁之下，现在你们年轻人，假如叫你们在外面太阳在做，做没有多久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你爸爸怎么叫你们也不会再做，除非你有这个环境，我让你们看。那这个环境呢，像这个台风，台风很大，这个在台风，我不敢说。怎么样？最起码它能挡很多的，就是台风。这次台风里面比较大，在这里完全不受影响。等下我们看到香蕉园看一下，香蕉完全不受影响。那屏东的香蕉园的8分多都没有倒，也有倒了一半了。我们这个完全不受影响，这个是很重要。那个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这样的环境呢，可以抗台风，也还下大雨。现在那个气候变迁之下适应现象哦。那个下雨的几率是蛮大，而且是蛮长的啊。高温高湿在台湾是很长，所以说我们这种设计呢，就是也防止下大雨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叫病虫害。像病虫害的这样隔离的里面，种有机的就可已经非常可惜。我们这完全是种有机的啊。那这样的话，那里面的那个农作物的那个你们要就是说将来在。卖的方面的品相或者价钱，都比平常的多很多啊！这个就是，这是将来有必须走的趋势啊。设施农业已经必须要走的路线，像过去现在在外面你怎么做都做得再好，没有设施已经慢慢的已经会被淘汰。尤其是像今天报纸头条，就是说在高温之下的做的农作物，它是很难生长。在40度的时候，所以说就是采也采得不好，也会碰到很多的旱灾，所以说这个我们有这个设施，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把握有自信。在6年前，当初我要做这个发电跟农业结合的时候，50%的人说一定会失败，剩下的人半信半疑。等到现在呢，大家觉得说我很厉害，这个是过去我有点自豪的部分啊，所以说我想很高兴啊。那我们太阳发电呢，本次的太阳发电在6年前，在1999年我就做了一座台湾最高的最大容量，12度电12.97元，现在剩下10块多了。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做了台湾最大的那个太阳发电厂，所以说我们太阳发电呢，
在很早期，我们珍珠已经可以说是我们的这领导品牌。在100年的时候，我们泰鲁花店整个台湾完成了30几 megawatt， 我们就占了10 megawatt。所以说我们在屋顶上，我们泰鲁花店我们是很强的。像我们这，请你们往前面那边看一下，上面是屋顶的太阳花店，不过那种花店在我们来讲是不及格的。第一个，它没有做安全管理，它没有做维修布道，这是不对的。哦，不管它的里面花店好不好，这是不对的。安全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是我，就是别家的啊，并且不是我们的啊。所以说他们的老板在别的地方也希望我们去别的地方干，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蛮有自信的去做这个啊，这个太花钱。好，那我们我先看到，先来到菜园里面先采菜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。好，欢迎各位来，这边走漂亮。各位贵宾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呢禁止拍照，好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他们这边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再来来，
有有啊有的。拍电影，好，好，那要不要再走过去像徐老师说的，你要拿高一点的，你那个拿高一点的，拍高一点。安尼好，安尼安尼菜啊啦，嗯，安尼好啦。好，来吃。啊，有的是有去验收，有的是休息。可以采菜啊，可以采一次。没关系，我们那个九如姐要不要进去一点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小花菜。哎。那边加红烧，休息。后面。啊。好，有了。哎呀，这边对呀。哦，一二三，来张，一二三 ，OK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，来，一，二。就把它放在这旁边就好了。哎，他等一下照相。里面不会照吧？没有带着，带着比较好。等一下，就是它在包含在浓度里面，它可以让它。成长的速度比较快一点， okay, 比较自然的方式下。对啊 ，OK， 好。那你们往这边，往这边来一下。要不要再大家拍照？不用了。不用了嘛，不用拍那么多了。哈哈。有的话，有的话，对对，有记录的。总之，我们来测试整个橡胶棚的那个日射率计。因为很多人都对于橡胶棚有疑问，橡胶是属于全日照作物，它怎么可能能够在温室农棚里面种植出来？那这个仪器就是帮助我们去确认它，因为它会把这个数据回到我们的总部。那像这样子的环境，这个是没有挡，这个是没有挡到太阳能板的，然后这个是有被模组遮住的。那这样两边测出来的它日照射数据是一样的。它 LUX 的接受度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代表说，如果你要种橡胶农棚的话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光，所以你必须把高度拉高。你会发现这边的设计比对面的设计高度还要拉得更高。它的概念就是，如果你把手机这样放在这个高度，那它这样子的阴影是会遮住的。那这样子你可能在植物的日照率上面可能会比较差。那如果我把高度拉高呢？它两边的光进来同时都，所以它的光亮是很足够的，是不会有差别的这样。对。对，你间隔要，因为很多人想要种所谓的光式农温室农棚，可是他们为了要种电，他们主要想种电，所以他们的模组之间都很密，很密的话光就不会进来，那光不会进来，作物就很难生长。所以你才必须像把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打开它的光量才会足够，是。所以这中间的距离是算过的。是算过的，是需要这样的。它也不在深色的，就是太阳。对，上面都是太阳的模组，太阳的模组。对，那像对面你们看那个叫做锥日型的太阳能系统，对面那栋，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栋锥日型的。跟博刚。不一样，因为蔬菜它需要的光差不多50%左右就可以了。可是香蕉要的更多，68%以上嘛。可是如果你用锥日型的模组的话，它会把光都倒过来，所以那边的光，如果那边的设计，然后这边香蕉可能就种不出来。对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边的设计就是锥日。这边是固定式的，这边都固定式的。对。
那个这样，刚刚有讲过了，我那个陈主任，他目前是这样，香蕉是我们的国宝。我这样讲，我们那个年轻人不知道，我们以前是靠香蕉来养活我们自己。好，这样讲，好，所以说这一次台风来的时候，还可以那么样子强。大部分的香蕉很多都倒掉倒了，但我这里面完全不受一点影响，好，产出还是很正常，这是棚的好处，这样。那我想，大家知道，那这个葱以外，旁边叫做秋葵，秋葵，那是秋葵，所以说我现在种秋葵，那边是玉米番茄，夏天不如种玉米番茄，很热，但我在试种，连夏天我都要种出来，我相信我们有把握，那边就是那一盆。玉米番茄，哇，这是让大家知道。董事长，哇，这农业博士在帮你算这些。哦，这样，那个，重要是大家都很有心哦，大家来到这里是博士也好，或者专家，真的也有十几个博士，他们都会来这帮忙。对。那我们在旁边外面叫做地面型的追日，我在实验，希望这个发电量要超过我们所有的这个实验。那个虽然我们花了几百万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实验有价值的。像我们盖这个棚，那个高度里面的看，都一定要到这种高度。还有那个结构呢，就按照中华民国建筑法规，就是人住的法规来去盖。哦，这样子的话你们，所以说安全。还有很重要，我们是赚两种钱，上面发电还赚钱哦。对。那个农业来赚钱，上面发电怎么钱呢？就是说整个棚盖起来，20年的收入就是你付掉利息、付掉本金还赚钱，那里面下面那个多赚，两种钱哦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董事长霍亚郎要给他绑架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也邀请各位旁边哦，我再准备了一些的那个，让你们。有兴趣的人来，马上来种香蕉。我种，来试看看来种香蕉的仪式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刚好我们他们要种，来让你们有这个，就是安排。现在他们把肥料放在下面了，好，让你们来看一下。让你，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年轻人，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希望。对啊，对。哦，年轻人就是我们希望，很高兴欢迎你们。啊，不好了，这里会有好几个来这里工作。好，这个是交给那个魏。好，对。哦，哎，也带他们去种香蕉。好，对，麻烦你了。后来我发现说，其实是这样的间隔。两台机的呀，应该没有进入嘛。好了，来进入嘛。进入。然后 OK。来，大家种。来，看你做下位嘞。刚起，咱们进入。来，种啊，种，来，种种啊，好的。对。那你用袋子吗？用袋子啊，袋子刚提起来。哦，好。按你一直嘛，用袋子。来，朋友来。差不多2-3点钟哦。大家来。放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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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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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不是，现在哪里进来？是水水轰的，宣扬宣扬。没有宣扬，都假的。来，看到他的设计是，来给你是价高的，所以跟在现在这个呀，所以你这样动口，然后就需要到一下腰来这样。啊，对，有这个肌肉最好。啊，这头还该跪了嘛？可以帮你拍一张好。站一个对一个，哦，躺背。你说的是沉下式的，对，我们又需要一再出现。挖好了，它现在随便挖，它的距离有固定的。
哦，搁也侪肥料啦，肥料类。哦哦，安尼。那我们就来这边给他弄，然后我们去，哎，你们去放，然后我们再来挖。那你们这边种啊？对，好，还有再加过来，再加一下吧，这里，这个放，来。这个那个不要弄掉，啊，你倒下去的时候，稍给它松一点。较远个啦，较远个就近啦。哈哈哈，正远个呢。哇，这真长。你啊，收近啦，过我提啦。不要太松哦。下。过我提啦，你无看看你哪点呢？过我提出啦。好啊，青菜啦，好，青菜啦。青菜，你做完嘞？啊好，看你有在顾无？哎哎哎！谁为你解释什么？啊？你知道了？哎，帮我好。哎。是看干的这个。看有时候两多吗？嗯。啊，我跟你解释，这里头一定没酒糖，你知道不？这里已经就是被什么？被整修过了呀。被叫做什么？被处理过。嘿嘿，我嘛袂晓讲，这边拢爽。安尼使，有够听无？安尼使无？还要门关紧。好啦，好来，控制肥料的。好来，啊，这档也扛的，哦，这档要挑的，迄档挑起来哈。有啊，你们这一只。嗯。啊，迄种同款啦。啊，迄种。赶快，赶快歪歪啦，我给一颗而已啦。啊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太深了。Thank you.